他也是这样。看我们三个就在这里吃，我们就在这里吃东西，然后娜娜的姐夫在外面洗狗。那我还洗车呢，怎么感觉还洗？我说我来帮他洗，他也不让我洗，真是的。还让我继续睡觉，这么好，好脏，还是帮他洗一下吧。我把外面帮他洗了。Really? Did you like?后备箱都要清，真的要洁癖。看里面这么干净，哪个要扫一遍？天哪，哎 ，crazy！ 你们知道在泰国什么东西最恐怖吗？就是这个东西，蚂蚁、蚊子我都不怕，我怕蚂蚁，真的太多了，多到令人发指。然后它会爬到你的身上，爬到你的身上，爬到床上咬你，一咬就是一个红包，而且疼着了嘛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个。哇，立竿见影，有没有喷着？今天晚上做东阳宫，哎，上次不是那个虫子吗？这个虫子对，这个虫子，哇，今天晚上餐一定很好吃。哎，这个大鱿鱼，好，开始做东阳宫了。Hey you， 好，烹饪教学啊，油炸蚂蚱，这是一道非常非常复杂的菜。首先你得抓住这些蚂蚱。然后冷冻，然后再解冻，然后再倒油，然后再腌，啊，所以非常复杂。所以这么复杂的菜，只有这种大厨，像我们大厨来亲自操刀。那这些冬阴功汤什么的小菜，就让他们来做。这个他们的泰国汤啊，其实都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这种成品往里面一丢就 OK 了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往里面一丢就 OK 了，非常简单。他做冬阴功，他都不知道要放番茄，还是我提醒他。哎，我天哪！什么那个方便面里面那个调料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！就这个东西，鸡精、味精，什么一混，混合物。摸，哇，去，你洗手了吗 ？Wash your hand. Are you sure? Yes, sure. 好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湿了个湿了。哇，专业，真的，比我哎呦。能干的啊，我都不知道这个这样开，我知道。哇哦，原来是要给这个什么玩意儿，我还以为是链子呢。烫，哎呦，哦，好了，酸的甜的都已经加过了，然后最后是辣椒吧，对，果然是辣椒。哦，我刚刚尝了一下这个汤，我觉得还差酸味不够，或者是番茄也少了，那个料肯定是不够的，让它再加一个柠檬 protein side， yes， and。It's very strong， 所以我让他再加辣椒，因为冬阴功是一个味道很大的一种汤，所以多放一些调料是没关系的。它这个调料肯定是不够的，我觉得调料应该都比汤要多，才是冬阴功汤的精髓。What's this？ What is？ 他说又老，他说还差一个料，虽然我不知道料。You know？ I don't know. What's this？ 叫什么东西？那个长长的，那个果子叫什么果啊 ？What's his name？ Macam。English name。 现在这个汤味道就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酸，还是不够辣。Say again， 冬阴功。我闻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啊，帮你们试一下看有没有毒啊。虽然形容不出来是什么味道，但是跟我们那个火锅底料是一个东西。反正我感觉这个汤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出来的。
清早出来的。哇、哦，旁边还一股暗黑啊！我不知道，开始放佐料了啊。这是他姐夫今天从村屋里带过来的那个虾。好了，准备露两手。这个是他姐姐跟他姐夫刚刚出去买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饭，这个菜是我炒的，然后这个是我跟他俩合起来做的菜，然后这个是炸的那个蚂蚱，就是米饭，米饭都喜欢吃那个红米啊，哦，好，准备吃饭了。